准备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。有时候，舞蹈演员在台上展现的是自己的人生经历。恭喜我们阿酱考上南无一中。金同桌，你叫温以凡。双甲，爸爸不能再陪你长大了。阿酱，妈妈要再婚吗？温以凡，你要转学去北语。哎呀，你妈都不管你，还不多亏了我和你伯父。放开我！双甲，以后舅舅娶你。六六，放开我！温一凡，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上南无大学吗？桑言，你别再过来找我了。不会再跳舞了。失去过太多，不敢再拥有任何这软弱的我。我是这家酒吧的老板，姓桑。温以凡，南无电视台的新闻记者。好久不见。阿酱，你什么时候才离合回来的话都没告诉妈妈。这记者工作多辛苦，你早点辞职找个老公嫁。程娇，就算没有灯光，你也会有自己的太阳。我就在你这儿住三个月，房子装修好，我就搬走。牛的时候突然抱住我，还亲了我一下。哎，解释一下，你怎么睡在我床上？许了什么生日愿望？你不是说我怎么帮你实现？温双娇，你就该什么都用最好，懂吗？一直觉得这种话特别矫情，只说一个字都丢人，但这辈子总得说一次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只喜欢你。桑言，我没想到我还会在台上跳舞，而且我发现我原来也挺喜欢当新闻记者的。喜欢就行了，你的人生还长，别让自己的人生过得僵硬，知道吗？除了找别的对象，你想做什么都支持你。你说你是不是我爸爸派来对我好的？不是，我自愿的。